今天给大家带来 PPT 图片处理功能的第二期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四、设置透明色。团队介绍页的制作中，面对这么多图片，怎样才能快速抠图呢？首先，选中图片，在颜色命令中选择设置透明色选项，将鼠标移动到单色背景上，单击左键就可以将该背景设置为透明色，这样就方便快捷地抠出了主体人物。除此之外，本功能拿来抠出产品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五、添加艺术效果。不满足于图片现有样式，想加一些特殊效果，可以选中图片，在艺术效果命令中进行修改。 PPT 提供22种艺术效果处理，包括铅笔素描、像素风格、胶片颗粒等，其中的虚化效果深受设计师们喜爱，在背景图片处理、毛玻璃风等多种场景均有使用。六、修改透明度。页面背景太单调，那插入一张半透明图片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先选中图片，选择透明度命令，将鼠标悬停在选项上，可进行效果预览，然后单击选择所需效果即可，也可右键打开设置图片格式选项卡，进行调整具体的透明度参值，这样就能让图片完美融入背景，提升页面丰富度。怎么样？经过这两期图片处理功能的学习，是不是觉得 PPT 中 PS 呢？